浩鑫公司名与具数位内容游戏软体开发能力的玉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异业策略联盟，结合双方软硬体及的内容的技术资源，携手开发物联网产品应用。双方的策略联盟的合作计划主要是深入整合双方各自在硬体、软体、内容的优势，以丰富及扩大应用场域及提供商用解决方案。由浩鑫公司增资发行普通股400万股，那占浩鑫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1.16%， 交换玉泉公司他增资发行他的普通股200万股，约占玉泉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34%。 我们的换股比例是2.2:1。